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易烊千玺，你看，谢谢啊。对了，现在点淘三月会买节三盒自嗨锅，只要9.9元。这个麻辣入味的牛肉锅是我在点淘直播间种草的，宿舍吃超方便，只有戳左下角才能抢，新人还能领45元购物金。家里养了个贼是什么体验？今天要去参加一位千万级美食博主的婚礼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对，就是那个给林先生做饭的噗噗鸡鸡。拜拜，小猫咪。走了走了，出去玩了，好开心。好高啊！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噗噗的小冰谷，这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吗？遇见高鱼。好，抓到一只，别烦下雨。这是小卖部割零食那个。跟帅哥美女们合影中，婚礼即将开始。这一刻是一份温柔。最后府上，我和噗噗的合影。家里养了个贼是什么体验？